姐姐，说话，别动手，胳膊都掐生疼，要不然。哎呀，我们怎么说？你说两句，太着急了，你们听着，说两句行不行啊？行。我说孙婆婆，主任，主任，我是说句凭良心的话，现在啊，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，是吧？又不是我们一家没活干，你说凭什么关我们服务站呢？是，我们这个服务站一关，这姐妹们，你说怎么活呀？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喝什么？哎，孙主任，你要是让我们下岗，我带着我们家老小上你们家去住去，我也去，是不是？是这么回事啊？关掉这个服务站是经过街道反复讨论研究才决定的。那凭什么就关我们这一家啊？这个服务站呢，就好比是那个长了六个指的手，你把它剁了吧，它疼；那留着它的累赘呀。谁是累赘？怎么是累赘呢？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就这么定了，怎么？你这么定了，那我们将来吃什么去啊？好。要关可以，但是你必须把我们姐妹们安置好。这个安置好。是这样的，凤霞县呢新开了一家化工厂，中外合资的啊，那个条件特别好。我已经解决了一些名额。凤霞县，那多远啊？多远呢？哦，那你合着就让我们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去了？不去，人家那有宿舍啊，有班车，一个星期回来一趟。行，同意了。什么同意了呀？啊？如果你要把我那个89岁的婆婆接到你们家去，你替我照顾，我就去。哎，我说主任，你听到没有？我们这些姐妹们都不容易，你得给我们做主啊！你是不是你们去不去啊？反正我先去。不去。各位姐姐啊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啊！我把丑话说前面了，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，爱去不去。哎，西贝啊，别忙了，赶紧吃吧。没了。那你跟林飞家的店开的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买卖还行。还行。还卖？就你穿的这种蝙蝠衫的吗？啊！赶紧别卖了，过时了啊，没人买了。哎，你有没有跟戴志正打个招呼，找找门路，给你们搞点出口转内销的货呀？特别好卖，比你们这强多了。我跟你说。吃饭吧啊！哪那么多废话？对了，宣布件事啊，这个礼拜六，戴志正。让咱家吃饭，是他提的还是你提的呀？当然是他提的。这么说，他跟你想真的把这件事情定下来？应该吧。对了，我提醒你俩啊，人家来的时候，你俩嘴上可把门的，别逮什么说什么，回头让我下不来台。哎，七七和高攀此地呀，我知道。一身的臭毛病，穷讲究。那你要是觉得不好，我就不让上家里头来。你看你是把这人说的，那来是不来呀？好，我到时候把嘴上贴个封条，好不好？哪有你这么说人家的？真是啊，神神秘秘的那么久，也不露个面，摆什么谱啊？他不愿意见我，我还不愿意见他呢。人家不来，你天天问我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来，人这回来了，你看你又多上架子了。爸，别这样，来了就好嘛。行了，到时候我负责做饭。你说好了啊？啊。我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。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没什么事儿。不可能，你唱上了，肯定有什么好事儿。说。哎呀，我爸这回啊，心里总算能踏实。怎么了？不告诉你。你不告诉我？啊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跟萝莉有关。没事儿。大胆说，丽丽她对象这个礼拜六到我们家。哎，丽丽这么长时间没工作，哎，什么事儿都不干，公交公司那边又请着长假，我爸天天的呀着急上火的。这下好了，哎呀，就算能定下来了，
我爸也能过几天舒心日子吧。哎，你呢？你什么时候定下来呀？我早就修成正果了。哎呀，我修成正果那时候啊，那罗丽丽还不知道在哪转金呢。哟，听你这口气，有对象了？有了。哎哎哎，你别跟罗丽丽似的啊，光知道吹。你要是有对象的话，哎，带过来给我们大家看看。可以啊。在哪儿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谁呀？你呀，你就是我女朋友。我说过我要娶你的。你烦不烦人呐？每天拿我开玩笑，你是不是心里特别高兴啊？我没开玩笑。饿昏了吧你？我给你热粥去。师妹，我说是真的。七妹啊，你说这个丽丽啊，正经事儿一件没干，搞对象倒是挺着急。搞对象也是正经事儿。再正经，还不能这么着急啊，好像嫁不出去似的。这个找对象啊，也得看缘分。有的人呢，缘分来得早；有的人缘分来得晚。来了就接呗。你光说缘分，那你的缘分呢？啊，你的缘分在哪儿呢？你可千万别跟我说啊，你铁定了要跟林飞亚。我没说，谁跟他呀？不跟不跟。那你整天老跟着他，你图什么呀？你看看那些干个体的，有正经人吗？人家都说了，哎，一国营二集体，不三不四干个体，他们那些人好多都是从大狱出来的。你跟着他没什么好果子吃。爸，我们啊在一起是做生意，你不懂。哎，那我问你，你这两次被开除是不是都因为他呀？说这干嘛呀？说。反正我跟你说了。回来了。哟，这什么呀？电饭锅啊？什么电饭锅呀？你图图啊，没见过吧？哎，你先把它拿走，拿走，快点啊！那个我干什么呢？这我先准备饭了，爸。啊，这叫吸尘器，你没见过吧？这干啥的呀？就是放在地下，接上电源以后，在这儿吸地毯，地毯上灰就都吸到这里边了，根本不用拿那东西扫。咱们家也没有地毯呢。买呀！我跟你说，就为了这吸尘器，我得买块地毯。爸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是瞎折腾。人家那个戴征他们家又用一个新的国外的了。哎，爸，你先别干，别干，人家就把这个旧的给我了。把我上到家去，我看了，真的，什么叫四个现代化，我都见着了。你看啊，彩电，音响，还有这个洗衣机，还有这吸尘器，要啥有啥，可有钱，可好了。咱不羡慕那个啊，咱们得有点志气，东西再好也是人家的。我看咱们的日子过得挺好。好东西为什么不用啊？我跟你说吧，别人家有的好东西，我罗丽丽一样都不能少。你看着吧。对了，爸，我让你买那些东西都买没买啊？买了，细妹正在收拾呢。哦，哎，行，爸爸，我跟小戴说了，让他给咱家也弄一台彩电，这回你也看看带色的啊。别往家拿啊，我们家没地方放。怎么样啊，准备的啊？差不多了。来来来，我试查一下，我试查一下啊。炖上了都，对，烫着我了。我看看，我看看啊，你这个鱼还没，这鳞还没弄呢。嗯，我削完土豆就去弄，这土豆不太好。哎呦，这哥们还活着呢。哎，这鱼鳞弄干净啊，一片都不许留啊，上面。海参，哎呦，这海参你发的？啊，行啊，你连海参都会发。哎，你这点心贤妻良母型，你这点比我强，真的真的比我强。你将来肯定找个好对象。你对象几点的？六点。哦，哎，对了，那个我一会儿呢去洗洗头，这些呢就拜托你了，你就认真做好吧。嗯，另外还有那个，我没跟小戴说咱爸再婚这事儿，
你知道他们家是高干家庭，对这个二婚吧特别敏感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没明白。什么意思？就他来了，他一看你，他得问我你是谁。你想让我回避？对。行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但是你不能因为我不让你吃这顿饭，你就不好好做啊。你把我想成什么呀？该怎么做怎么做啊。好，给咱家长长脸啊。谢谢啊。丽丽，丽丽，你过来。啊？干嘛？你把西敏他妈的照片放哪儿了？砸了。什么？砸了，听响。你干什么你？哎呀，我说话你就信啊？我真能砸了吗？我收起来了，我是不想他照片跟我妈的摆一起。那怎么了？人家戴征问起来，我怎么解释啊？对，爸，我跟你说，戴征呢来的时候，你说话要注意。我没跟他说你结两次婚，他们家都是有身份的人，对这二婚什么的吧，等都看不起，所以别说啊，不该说的别说，千万记住了啊。行了，快收拾收拾吧啊！哎哎，那你放哪儿了呀？哎呀，过两天就给你了。志明哥，西贝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。吃了吗？啊？我没吃东西呢，你陪我吃点东西吧。啊，我吃过了，我还有事儿呢。啊，对不起啊。哎，西贝，是不是我妈跟你说什么了？你老堵着我。没有啊。你骗不了人，你那表情撒不了谎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知道我妈跟你说了什么。我不了解你，我还不了解我妈妈呀。怎么的？你想永远躲着我呀？谁想躲着你了？哎，想吃什么？我请客，我还欠你一顿饭呢。走。走。伯父啊，你来了！哎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！等一下啊，爸，别老盯着人家看呢。怎么了？你有点女孩的样，好不好？你一会儿别乱说话。我知道。来。哟，你看你人来了还拿东西干什么呀？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，您先请。一边请。你慢点啊。哦。别着急，爸。来，伯伯。好。我敬您。啊。哎哎，戴征。嗯。别空肚子喝酒，吃点东西吧，先。啊。对，先吃点菜。哎，行，也好也好。来，你尝尝这个葱烧海参怎么样？嗯，好吃，入味儿。伯父，您这手艺够专业的啊！这不是我做的，是我闺女做的。你做的？啊，我做的。你还会做菜呢？那当然了。没听你说过吗？嗨，说这干嘛？以后日子长了，你不就知道了吗？行，看来我是一个有口福的男人了。啊，你慢慢等吧。嗯。那个，来，大舅，喝酒吧，你不要敬酒吗？哦，来来来。伯父，祝您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啊。来，我，哎呀，怎么了？不行不行，这个酒我可喝不了啊。哎，小戴啊，嗯，今天呢，你是头一次到家里来，嗯，我呀，存了一瓶好多年中国的名酒，咱把它喝了。行啊，听您的。哎哎哎，伯伯，你怎么了？哟，怎么了？哦，你看我这老寒腿了，又疼了。小伙子，啊，把它拿下来。我，你非得喝吗，爸？听我的，拿下来。我去，我去。行，伯父，我拿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能行啊。
小伙子，你这腿怎么了？没事，爸。小心点啊。不用，我自己能下。来，打开，拿过来，打开。你爸说我是个瘸子，我还没来得及说呢。你是不是觉得你跟个瘸子在一起很丢人呢？你别喊行吗？别喊！你萝莉，你跟我在一起，你心里什么动机？你最明白。不告诉我呀！我告诉你什么呀？你不都看见了吗？瘸子！你嚷什么呀？你给我坐下！我不坐。你可真行啊！你真行！你搅和吧你！你真是我的好女儿。哎，好嘞，您的事儿，谢谢，不用谢。小月，来瓶啤酒，来，啤酒吃热的，打开啊！别买那么多了，我吃不下了。志明哥，好不容易我请客，你还不多吃点？来，西北，干杯！啊，还喝啊？我今天特别高兴，多喝点。已经喝了很多了。可以了。啤酒，啤酒。西北，我们唱歌去吧。我不会唱。美丽又大方，直到有一天，心中有个他。西北，来，过来啊！我不行。真的不灵，来，我不会唱，我也不会唱。干一个！干杯！抱歉抱歉，你们慢慢吃。哟！志明哥，我从来没看到过你这样。我不会唱歌，也不会跳舞。我呀，今天太高兴了。西北，我有句话一直想跟你说，可一直憋着没敢说。没喝多，我清醒着呢。我说的是真话，我喜欢你。别说了，你都喝多了。哎。
真的喜欢。别这样，咱们俩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反正不可能就是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啊？你是不是担心我妈会反对？我告诉你，我喜欢谁那是我的权利，谁也阻止不了。谁也反对不了，我喜欢你。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还是你心里有人啊？我你让我怎么说呢？志明哥。在我心里，我一直把你当成哥哥看的。我没往那方面想。对不起。我知道了。你慢走。对不起啊，刚走路跟我爸吵了一架，这事儿也怪我，我开始没跟我爸说你腿的事儿，但是我爸也不是坏心，真的，没别的意思，我替我爸给你道个歉啊，别生气了。你爸是不是看不起我是个瘸子？没有，他没这意思。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罗丽丽，我告诉你，我戴征这样的人，我即便两条腿全折了，我配你也是绰绰有余的。你觉得你这么说话有意思吗？你应该学会尊重人。给我回来！我让你走了吗？你不是要尊重吗？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尊重！哎呀，你干嘛呀你？哎，队长，你喝多了你。罗丽，我告诉你。戴征，你放开！戴征想办的女人，没有我办不成的，包括你在内。你放开我，戴征，你放开我，你放开！说好了，我请的。今天，你又，下次不许跟我抢了。我知道你现在有钱。我不是这意思。行了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志明哥，你还是我哥吧？废什么话呀，当然是了。行了，进去吧啊。行，那我进去了。
爸，爸，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，爸，爸，你怎么了？啊？我没喝醉，我没喝。怎么了？这外面这好好一顿饭，哎，人呢？丽丽呢？丽丽人呢？你别跟我提她。怎么了？我没这个女儿。爸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告诉我怎么回事？这好好的一顿饭怎么吃成这样了？西妹啊，你说她，她是怎么想的呀？啊，她真的喜欢那个瘸子？什么？他把我的脸都丢尽了。爸，你别这样。不是，爸，不是高干子弟吗？怎么瘸子了？西妹，你说爸爸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爸，你别这样。有什么事儿，咱们可以商量的嘛。你别这样，啊，爸。来，你先歇一会儿啊。志明哥，在我心里，我一直把你当哥哥看的。我没往那方面想，不可能就是不可能。今天我偷偷去看你男朋友了，我想知道，能让你罗丽丽看上的男人是个什么样子。我看见你和你爸站在院子里，看见他的车开进巷子，停在你们家门口，看见你给打开车门，他下了车，从后备箱把礼品交给你，那礼品还挺多啊，你都快拿不了了。别碰我！别碰我！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你能告诉我吗？Thank you.
不想说，我不勉强你。你要回家的话，我去送你回去。丽丽，家里没床，跑这睡觉。别烦我，让我一人睡会儿。怎么了？跟戴正吵架了？人家都失意谈庄子，得意谈孔孟，你可倒好，一失意跑图书馆来看书来了。干嘛呀？想当你犯贱啊？我一夜没睡，你让我一人清静清静。得到你都得到了，你该说分手了是吧？行，我同意。快，宝贝儿，这叫 Walkman， 也叫随身听，日本货，我专门托人从日本给你带的。别碰我，戴正，省省吧。我觉得你应该把它留给你下一个女人。咱俩以后没必要见面了，咱俩不合适。你工作落实了，我爸已经跟武警文工团的团长谈过了，把你调进武警文工团搞行政。如果你要不满意，我可以让我爸给你换一个；如果你要还不满意，那我就再让我爸给你换一个。换到你满意为止，行吗？谢谢你爸。宝贝儿，昨天晚上我太冲动了，真的很抱歉。不过我真的没想到，你居然是第一次，我挺意外的。我也很感动，真的，我会补偿你的。我爸妈要见他们儿子的女朋友，如果你承认是我女朋友的话，你就去见见他们。当然，你要不愿意就算了，随你。吃点吧。嗯，回来了，吃饭吧。丽丽，我听爸说，对象
说你那对象想说什么直接说，别在吞吞吐吐。你那个对象是？我知道你是不是想说，我为什么找一瘸子？你条件这么好，长得又漂亮，什么样的找不到啊？条件好怎么了？条件好就不能找瘸子是吧？你这属于歧视残疾人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那结婚是大事儿，一辈子的大事儿，得慎重。我很慎重。是，帅哥满大街都是。我告诉你，你想找一个瘸的还不容易找呢。我觉得他值钱就值钱在这个瘸上了，你这些根本都不懂。我是不懂，但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，相爱是最主要的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让你跟你相爱的人在一起吃糠咽菜啃窝头睡大马路，你愿意吗？我从小就吃糠咽菜长大的，只要相爱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两个人还可以一起奋斗，一起努力嘛。跟你没法交流。行了行了，你可以出去了。爸，我去店里了，晚饭等我回来做啊。去吧。西妹，哎，我有件事要问你。嗯，你说。就是昨天晚上丽丽带她男朋友回家，哎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没有啊。你问这干嘛？啊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她那男朋友是不是有点瘸呀？我不知道，我跟你说了，我当时不在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了。没事了，我招呼客人去了。啊，这裤子多少钱啊？哎，这裤子20。别吃了，一会儿爸把菜给你热上去。那我就吃这个。丽丽啊。爸爸这辈子啊，是活得普普通通、平平常常的。用你的话说，既没有本事，又没有出息，而且还窝窝囊囊的。可是爸爸可以自豪地跟你说，爸爸的这儿，还有这儿，是硬朗。我从来没有低三下四向任何人低过头。人穷不能志短，落魄不能没有骨气。爸爸不是嫌戴征的腿瘸呀，你让爸爸心疼的是你的思想出了问题。
你这世界观、价值观怎么扭曲成这样了？现在啊，啊，你忘了呀？你是当过兵的人呐，你军人那种铮铮铁骨哪儿去了呀？你看看你现在，像个市井小民，趋炎附势，攀援权贵。你不就是看上他的家庭了吗？你跟西妹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呀。爸，你说的我都明白。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趋炎附势，攀援权贵。我承认。但是我觉得没什么不好。